你还在用全是科技的洗发水吗？想要头发浓密健康的朋友，来了解一下汉方植物洗发皂。准备12种养发护发的天然植物草本，砂锅中依次加入养发护发的侧柏叶、甘肃岷县的当归、久蒸久晒的炙手乌、透骨草、桑白皮、皂角、熟地黄、墨汗莲、桑叶、女贞子、千里光、无患子，倒入适量清水没过草本，盖上砂锅盖熬煮。准备一些蚕茧，剪刀剪开，去除蚕蛹，只留蚕茧。蚕茧特有的蚕丝蛋白有很好的润发作用。把熬煮好的植物草本浓汤过滤出来，倒入处理好的蚕茧，快速搅拌至蚕茧融化。取出浸泡草本90天的山茶油，你看这浓郁鲜亮的颜色，满满的植物精华。依次加入混合好的植物油脂，具体配比我已经打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把熬煮好的草本浓汤倒入油脂中，手工搅拌30分钟，加入一勺乌斯曼草粉、一勺侧柏叶粉、一勺手乌粉，倒入山茶油搅拌均匀，倒入皂液中，最后加入200毫升山羊奶，搅拌到这个稠度就可以倒入模具了。天然的植物草本，没有额外的添加，省去了每次洗头都要熬煮的工序，用天然的草本能量，让你的头发黑、浓、亮。